好，歡迎收看今集的大牌 chat room， 我是小玉。咁今期咧，我哋有一個大牌喎，就係 Raymond 黃浩然。你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聽啲工作人員講咧，即係你今日一落機咧就嚟拍攝雜誌咧，就一直到而家，會唔會次次嚟咧都係好趕啊，嚟匆匆去匆匆？其實本來今次唔使咁趕嘅，咁但係因為自己其實喺香港拍緊劇集啦，本身就23號完㗎啦，咁但係依家要褪到3月中，咁變咗個時間係好趕啦。但係點解可以保持到好似好精神咁嘅？如果係你咁，我哋應該係死屍咁樣啦。其實係回光返照嘅啫，唔係因為飛機其實瞓咗一陣間。呢一次接拍咧係大馬嘅電視劇啦，咁之前都係拍大馬電影噶嘛，所以個感覺會唔會都唔同啲咧？因為其實今次都要同劇組講聲唔好意思嘅，因為為咗遷就我檔期，劇組安排上調動上都花咗好多嘅功夫啦。咁同埋我要令到大家嘅節奏快咗好多，因為其實自己拍過馬來西亞嘅電影都知道，其實馬來西亞嘅工作人員節奏冇香港咁快嘅。咁但係呢次咧，咦仲快過香港，即係逼到大家哇唞唔到氣，大家都咁，所以都講聲唔好意思啦。咁但係到頭嚟出嚟嘅效果，大家都好滿意啦。咁亦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經驗。我覺得你的加入是一個催化劑，因為原本他們說就是跟你對戲的阿連綿中的，就是 Frederick 就是 NG 的嘛，但是在那個時候他特別緊張。在我拍的時候，阿綿中的對白是很厲害，他們說就是維持那個星期的而已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小秘密，但是在我拍攝的期間，銘中是很 fit 的。cut 機一段很長對白，銘中講完之後大家是笑的，拍手的，跟住我哇，銘中真的犀利啊！佢哋話唔係啊，你看到的只是另一面嚟。佢話佢平時成日 NG 嘅咁啊，咁我覺得很開心啊，真係同阿銘中對戲。為什麼要殺死 Michael？ 說，為什麼殺死 Michael？ 說，住手，住手，你太魯莽了。這次呢心門咧入邊嘅角色咧，你就係比較火爆嘅刑警啊嘛。咁之前其實有冇演過比較火爆咁樣刑警嘅角色？少噶，其實因為呢一個直情係去到暴力嘅。點解我會分裂到我呢一個人格出嚟咧？就因為阿銘中細個有一段好唔愉快嘅經歷，有個好唔愉快嘅童年，所以令到佢有個心結喺個心裏邊，所以先引申到我呢個角色嘅。所以好多嘢都係幾歇斯底里，同埋一出親場基本上都打人鬧人嘅。爹哋啦，同我講呢個角色嗰陣，其實我已經覺得好吸引，已經覺得好有發揮嘅空間。咁但係真係嘥好多能量去做呢樣嘢，同埋再加上就係自己第一個用華語去演出嘅戲啦。之前講國語普通話，你係會比較有一兩個字唔準，你都係人哋會原諒你嘅。咁但係你拍劇就唔同啦，咁你一定每一個字都好準。如果唔係，其實就會令到觀眾投入感減低咗。咁所以大家都好幫我咯。咁啊 ，Debbie 做製作人啦，做演員啦，仲要幫我去補習台詞。好多時有啲字係難講嘅劇本，佢盡量幫我去用一啲容易啲表達到意思嘅字咯。阿銘中又好有耐性地，好流暢咁講完佢啲對白，就等我出錯，加咗好多耐性去配合咯。咁我都喺度好多謝佢哋啦。但係每次飾演唔同嘅角色咧，會唔會都有翻到一個迷失期㗎？會㗎，其實會㗎，都要花好多時間去摸索嘅。咁同埋，當一個演員你越做得耐，咁你好多嘢你都試過，好多演繹嘅方法你都用過。咁所以每一次其實都要花好多心機去 input 一啲新嘅嘢落去。但係以前你有講過啦，你比較中意嗰啲文初啊或者跨年代嗰啲戲啦。但係點解嘅？因為我哋覺得會好熱啦，又要著古裝，對白又好長。因為我會覺得可以跳離咗你現實啦，即係去一啲場景去著嘅衫，咁你會令到你嘅投入感更加大啦。亦都我覺得係靚啲嘅，即係譬如古裝，我覺得演一個將軍或者演一個劍客，咁其實係你日常生活做唔到嘅嘢。咁我覺得演員最好最開心就係可以去一啲你平時唔會去嘅地方啦，或者一啲你平時做唔到嘅嘢，你可以喺戲裏邊演繹出嚟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玩嘅一樣嘢。而家嘅你會唔會特別注重養生之道咧？健康咁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其實之前有個病啦，咁當然係會好注重啦。而家會休息，都會花更多嘅時間去陪屋企人啦。譬如好似我完咗呢次個劇3月幾，可能我會休息2個月後，我先再拍一個新嘅劇集。所以都會休息。係啦，因為拍劇其實就真係好辛苦，入咗劇組，希望真係健康啦、家庭啦同埋事業，即係三個可以攞個平衡。你仔仔佢哋咧會唔會睇你嘅戲？佢哋因為其實而家大仔就5歲幾啦，細仔就3歲幾啦，咁未俾佢哋睇我嘅作品，因為
很多時候他們都未懂分析什麼是對和錯，譬如可能你被人打，他以為你真的被人打，那些情節也不是那麼適合他們看的，但是他們知道我是怕東西的，那我覺得等他們大過一點點，我想我會跟他們一起分享一下的。是，咁啊，希望咧好快啦，即系 Raymond 又可以到大马拍更加多嘅电影同埋电视剧俾我哋睇嘅。Okay. 多谢。Thank you.